间位于山顶广场地下的餐厅提供混合英式风味的印度菜，室外位置可以带埋狗狗，个座位对住无敌维港景色，加晒分啊！呢度虽然冇宠物餐牌，不过餐厅会免费送食水同埋狗饼干俾每一位狗狗客人。有别于传统印度菜，呢度嘅菜式浓味香口得嚟，唔会太辣，都几啱香港人口味。酒量好的朋友可以试下呢度嘅特色 cocktail。有一点要留意翻，餐厅一至日嘅营业时间都唔同，嚟之前记得要睇清楚啊！山顶广场本身系宠物友善商场，可以免费借用宠物手推车。顶楼嘅观景台可以俾毛孩放下电，又可以欣赏下靓景。商场亦都有毛孩嘅专属打卡位。如果是自己揸车的话，商场的停车场有泊车优惠，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免费泊车。总括来讲，这间餐厅虽然价钱就不是特别便宜，不过食物的味道、环境、配套和服务都不错，都值得给五粒星星。报真相，讲人话。9:30，苹果新闻报道，强势登场。